大小屯来电视墙镜面，他的慧眼，他的观察，民意的观察，这两位政治人物有大小屯。第一位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；第二位，台南市长黄伟哲。Sorry， 市长，您辛苦了。可能周医师说您有空的时候要去找专科医师做一个检测，没有特别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我请周医师自己来讲。我的解读是说，头歪歪的，有没有？两位斜一边，肩膀一高一低的，所以你说一看他的肩膀以上就知道这两位有大小臀。这肯定就，这应该错不了了哈。这应该是左大右小，应该是左边的屁股高一点，然后右边屁股小一点。嗯、那这一个呢？这个其实还可以看了哈、嗯。你看他的法令纹其实也不对称了。习近平的法令纹不对称，左右不对称啊。嗯、这边不是深一点吗？这不是浅一点吗？这个深一点，这个浅一点吗？所以这一看就知道说身体一定左右不对称、嗯。那到底是哪边大哪边小？那可能就是看看说这个高低肩最简单了，这边高嘛，这边低嘛，这边屁股比较大嘛，所以就把它顶上来，所以这边高这边低。对啊，这个久而久之啊，肩颈酸痛、腰酸背痛，腰酸背痛这个中医最清楚了，嗯、腰臀腿它是同一路的啦，嗯、所以说。腰不好，最后就屁股不好，屁股不好就大腿不好，大腿不好就小腿不好。有一段画面是周医师有观察到，习近平其实他在走路的时候，那当时他是一跛一跛的。你是怎么样观察他走路的方式，认为说哦，他可能这个中轴不太对？我们有一个叫做哈，避免疼痛的步伐啦，避免疼痛的步伐，这个其实很简单，就他走路这边脚痛嘛，这一定是这样。对，对、嗯、啊，所以你刚刚看他哈，我有一点点哦，你会觉得对。噔噔，他就有点这样，所以说他应该是哈左脚，嗯，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常的时候，刚刚那个比较明显。好，我马上要请林道远出列，是这个叫做亚当前弯测试啊，马上请周医师来帮林道远做一个检测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你刚刚只不过目视他坐他对面，就说你有大小臀了。我们就好弯腰，哈，两手自然下垂，哈。这个啦，一般我们就在做脊椎侧弯的测试啊，但大家都是。这样子水平去看，你就看到说，哎，这个一高一低啊。但是啊，我们除了水平去看它一高一低，就看到脊椎侧弯以外，我们还可以水平这样，就是垂直这样看。其实这个看呢、啊，如果看得不太清楚啊，手再摸它一下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没事。哎，这个就左大右小，非常明显。左大右小，林道远，它是属于80%的人。没问题，您是属于八成的那一趴，所以你是正常人。对，我是正常人。这个叫做矫正垫，是，这个哈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看不清楚，这个一边比较高一点，一边比较低一点啊、哦。这个我们就说啊，站是两只脚，我们给他一双鞋子；屁股是两半，我们应该给他一对的椅子，应该是这样讲哈、哦嗯。那这边是高，您应该是这样做。哦、来，林道远坐上去了。这样做嘛？对。嗯。哎呦，这样做哈。哎，这张椅子还可以了哈，其实做的是硬的椅子更好。这样做的感觉啊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做法。你看这样做比较舒服，还是等一下比较舒服？好，所谓舒不舒服，就在于你腰的受力跟你身体左右有没有歪左边歪右边。我一直想倒。等是他平衡，不过周医师家里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用鞋垫来代替。鞋垫就是自己从鞋子里面掏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说啊，应该是0.5公分以下了，不要弄得太高，对，有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瑜伽垫铺好了，因为这个有点欠揍哦。这个是练屁股，它的名称叫做舞动山河。我国语是很标准的，山河是，其实是1、2、3，三河舞动三河。来，你要帮他绑上这个。躺正躺，我们呢、啊、先平放，放在他的后脚跟，好放的，好。那这个呢，打个八字，好，这个当然是绑好了了哈。对，脚蛮大的啊，对。那应该是要哈，因为那个弹力带应该是给他整个包覆。哦，好，就这样子。OK， 好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躺着慢慢躺下去。好，好。五动啊，就是五个动作要领。我们就膝盖要打直，脚踝上勾，直膝勾踝，并跟后脚跟靠着，开掌，脚掌打开，来开，开，好，腰有点往屁股离开床面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对，对，你有觉得说你的屁股肉啊硬邦邦的在用力？我觉得我全身都硬邦邦。好，我们数了10秒以后，慢慢回来，慢回，慢回，慢回，回来。回来，好，
好，就这个就叫五个动作的要领，三合这样的动作，腰要用力，屁股要用力，骨盆底要用力，感觉全身都用力到了。哎，那你就很认真，所以说你会全身都用力。我们再来做一次，舞动指的是直膝、勾踝、并根、开掌跟抬腰。所以林道远正在做的时候，他的腰部那个练的是骨盆底肌群。来。哇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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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时候啊，对，腰要用力，屁股要用力，骨盆底要用力，这个动作，对啊，我们就三合，一个动作三个训练。哦，日做30秒，拥有传说当中。我是高文英，请到聚焦2.0 YouTube 频道进行订阅，同时到聚焦2.0 FB 点赞。